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的课程要延续第十六章央行数位货币的内涵与影响。今天教学着重在央行推动发行数位货币的影响。在这个实体加速往数位变迁的过程当中，央行是否发行央行数位货币，简称 CBDC 的议题也受到大家的关注。主要是因央行货币不仅在支付体系有其关键的功能，而且攸关央行货币政策执行与金融。因此本讲次的重点，第一个重点，我们要说明各国央行推动发行数位货币的缘起与近况。第二个重点，要说明央行数位货币的效益与影响。第三个重点，要说明数位货币的总体经济分析。首先，我们进入今天教学的第一个重点，来说明各国央行推动发行数位货币的缘起与近况。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数位货币的想法，在1980年代末即被托宾他所提出，然而各国央行直到最近才开始积极的思考发行数位货币的可行性，而此与近年来资通讯网络科技的进步有重大的关联。一方面，对金融机构覆盖率低的开发中国家，许多民众不容易在商银开户取得存款货币支付等金融的服务，而需仰赖保管成本高的现金进行交易。而央行数位货币 CBDC 的发行，可确保一般民众平等使用便利支付工具的机会，大幅提升金融普惠性。另外一个方面，对许多先进经济体而言，随着金融科技与资通讯网络科技的结合，民众支付数位化与行动化迅速普及，现金支付被民众行动支付取代的趋势愈发明显。而在许多国家，行动支付被少数大型科技公司垄断，整体支付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健性堪虞。此外，2020年开始 COVID-19 的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更造成民众使用实体货币交易的意愿急速下滑。央行在提供民众支付工具的角色愈趋边缘化，又如脸书、Facebook 等大型的科技公司，它仅透过其广大的网络社群，将支付整合到社交与商业活动当中，建立自主的支付体系，并发行数位货币。而这些民间数位货币透过网络交易，不限实地与成本低廉的优势，极可能发展出威胁各国货币主权的超主权的数位货币，而此将弱化各国央行货币政策执行的效率以及维持金融稳定的能力。基于上述各项发展，各国央行近期纷纷开始研究与推动数位货币的发行。一般而言，新兴市场与开发中经济体发行的 CBDC 的意愿会比较先进经济体系的国家高，而提升金融普惠性是许多新兴市场与开发中经济体发行 CBDC 的主要动机。例如，巴哈马与东加勒比货币联盟发行的 CBDC 的主要目的，也就是为了提供居民偏远以不易在商银开户的居民便利的支付工具与金融服务。此外，提升国内的支付效率与安全，推动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的效率，维护货币主权，以及确保民众继续使用央行提供的支付工具等，皆为央行发行 CBDC 的重要动机。接着，我们要进入今天教学的第二个重点，央行数位货币的效益与影响。全球目前绝大多数的央行发行的货币可分为商银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与实体现金，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货币两大类，那皆属于央行的负债。其中准备金是供商银间大额交易最后清算之用，它的持有者限于以商银为主的金融机构及少数特定机构，属于批发性质的记名式的存款账户，而日交易笔数少，但每笔的交易金额高，目前都已经数位化，
那至于实体的现金，它是采实体匿名方式发行，主要提供一般民众零售的消费使用，每笔交易金额小，但日交易的笔数非常多。CBDC 则是央行发行的第三种货币，它为央行的负债，并且具有与实体现金相同的法偿地位。与现金不同的是， CBDC 并无实体，因此需透过电子钱包等载具持有与使用。 CBDC 可包含仅供商营使用的批发型的 CBDC 与可供一般民众使用型的通用型的 CBDC， 那通用型的 CBDC 也被称为零售型的 CBDC。 但目前批发用途的商业准备金都已经数位化，批发型的 CBDC 增加的效益有限，因此各国央行考虑发行大部分都是通用型，也就是零售型的 CBDC。CBDC 的发行由于科技含量高，相关技术与制度涉及的层面比原本实体的现金复杂，那在于营运架构、账本的模式、获取的方式与使用范围等各范畴，这有不同的设计选择，并可能因应各国国情的差异，呈现多元化的一个发展。因此在这些多元化的制度设计，一方面带来许多新的支付应用机会与效益，但同时也可能对现存的金融体系带来新的冲击与挑战。 CBDC 带来新的应用机会与效益大致可归类为下列几点。第一个效益的话，是可以提升金融的普惠性。 CBDC 的发行提供无银行户头的个人便利的支付工具与金融服务，可提高金融普惠性。第二个好处的话，是提升支付的安全性与稳固性，稳固民众对本国货币的信任的基础。 CBDC 的发行避免民间在数位支付工具上的垄断，也提供了数位支付重要的一个便源，提升整体支付的安全。而 CBDC 的安全性与法偿地位，可以巩固民众对货币的信任基础。第三个好处是提升境内与跨境支付的效率。 CBDC 不仅可以提升境内支付的便利性与效率，倘若各国 CBDC 采用共同的架构，透过共同规范彼此连结，则跨境支付与汇款无需透过银行账户及现存的跨境支付基础设施进行，则将大幅可以降低跨境交易与汇款成本，而提升跨境支付的效率。接着第四个好处是维护货币主权，维持金融稳定，并巩固与提升货币政策执行的效率。 CBDC 应兼具安全性、便利性、法偿地位且无储藏成本等等的优势，民众的持有与使用的意愿应该相当的高。基于此，发行 CBDC 可防范本国货币被他国强势货币，也就是 CBDC 或者是民间超主权通货的替代，那这一方面有助于维持本国货币的主权，也可避免通货替代对本国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执行效率产生不利的影响。接着我们谈到第五个好处，增加公共政策工具的选项。CBDC 的持有与支付若采账户基础的方式，持有者皆拥有 CBDC 存款账户。准此 CBDC 账户程式化功能将可提供货币、财政与金融监管等各类公共政策新的操作工具。例如，央行可对 CBDC 账户余额支付利息，并借由改变 CBDC 利息利率来影响市场利率，而此将成为货币政策新的操作工具。此外，政府也可透过 CBDC 个人账户直接对受灾或者特定的民众进行纾困性质的移转性的支付，或限制纾困的余额使用期间即可购买商品等等，而此将成为新且便利的财政政策的工具。CBDC 的发行虽可能带来上面我们提到的正面的效益，但同时也可能对现存的金融体系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说 CBDC 具有便利性、
安全性与普及性等各项的优势，那且它提供了比民间电子支付更低的交易成本的选择，对民间电子支付是将过程严重的威胁，甚至可能完全取代之。另外 ，CBDC 持有风险低与流动性高，若采用账户基础制、个人电子钱包余额等皆由记录，在大量持有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 ，CBDC 不仅可能取代实体的现金，甚至可能大量取代民众持有的存款货币。那此将造成金融仲介资金成本的提高与反金融仲介的现象，而此对商银的客户，特别是个人与中小企业信用的取得将有不利的影响。又比如说，商用银行的存款转换成 CBDC 可透过电子钱包 APP 的瞬间完成，那这样子可能将使商银容易遭受存款瞬间流失的一个数位挤兑的现象，而此不利于整体金融的稳定。此外， CBDC 的发行可能使跨境资金移动成本降低，国际热钱流动与汇率波动幅度会加大。接着我们看 CBDC 的发行虽对金融普惠、境内的跨境支付效率、货币主权的维护、货币政策效率与金融稳定的维持等等具有正面效益，但也可能产生反金融仲介、数位挤兑、汇率波动幅度加大等等不利的影响。因此，如何在 CBDC 发行的制度设计上充分发挥其正面效益，并避免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则为各国央行推动 CBDC 时密切关注的一个议题。那对此，2020年10月，国际清算银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BIS， 与美、加、英、欧、日、瑞士与瑞典等央行共同接触了 CBDC 发行的三大基本原则。那第一个原则是无害 ，CBDC 的发行不能损及各广泛的公共政策目标，特别是不妨碍央行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目标的达成。央行首要承诺 CBDC 的发行需能确保对公共政策目标的执行是无害的，至少不会干扰或者是阻碍央行执行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的职责。特别是银行体系的存款货币是信用创造的来源，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民福祉的增进影响甚巨，而 CBDC 可能会影响银行既有的支付业务，并使银行存款流失，压缩银行金融仲介的功能。尤其在危机发生期间， CBDC 对银行存款流失的影响可能更甚，因为 CBDC 数位挤兑的速度更快，使银行面临更为严峻的流动性风险。那基于此方面， CBDC 在设计上必须解决上面的一个负面影响。目前国际间无论是已发行或者是正在研究的 CBDC 的国家，均采传统货币发行的双层式的架构，让银行继续扮演金融仲介的角色。而为了防止银行存款大量的流失，初步规划可透过设定个人交易及持有的 CBDC 的上限等机制，限制大量持有 CBDC， 但设定上限恐会影响大众使用的需求。如何在大众需求及金融仲介之间取得平衡，将是 CBDC 要面临的挑战。第二个原则是共存，要确保 CBDC 的发行不至于妨碍实体现金及存款货币， CBDC 应与现有的央行与民间货币共存互补。支付体系的便捷是建构在多元的支付工具的选择上，因此发行 CBDC 的目的不是要取代其他形式的货币或者是支付工具，而是要与既有的现金、商业银行的货币、信用卡、金融卡、电子支付等多种工具是共存互补，以应用于更多的支付场域。而未来 CBDC 的设计也应该考量使用者的各种需要，包括需将不同的年龄层、地理位置、支付习惯、
及金融需求纳入考量，那这将是重大工程的设计，目的是为了完善的 CBDC 的功能。另外，因为现行主要经济体及台湾的支付均是多元便利， CBDC 的推出要如何与这些支付工具共存、互通与公平竞争，也都是将来要面对的一个挑战。接着，第三个原则是创新与效率。央行与金融机构、中介机构支付的服务提供者 PSPS， 那协力共同促进创新与效率的支付环境。现代化的支付生态体系是由央行与民间，例如商业银行与支付机构、公司协力的双层架构所组成的，而在提供央行货币信任的基础上，协助民众、民间业者发展有效率、创新的业务活动。那未来的 CBDC 也不会改变这样的一个观点。那可程式化的一个货币可能是未来创新的重点，让 CBDC 的能依照程式的设定的条件自动执行交易，那延伸到多样化的一个场域。例如，政府在发行振兴券或者是福利金的时候，仅能用于特定产业或者限定期间的消费。那如果透过 CBDC 平台的发放，可将使用范围写入程式码，那达到专款专用的一个目的。此外，现行的跨境支付涉及多家中介机构，程序复杂，费用高且不透明，而 CBDC 可能是一种改善的一种方案，但要发挥实质效益，需国际合作共同制定标准，包括制定防范非法活动的监理准则。那这需要长期的规划，并非一触可成。而创新虽开启了发展 CBDC 的机会，但如为了金融经济体系也带来了一个风险，并损害大众对央行货币的信任，这样的 CBDC 的潜在效益也无从彰显。所以必须在确保无害与共存的前提之下，创新与效率才具有实质上的意义。由前面提到的三个原则可看出，美、欧、英、日等先进的经济体系在推动 CBDC 的基本前提是维持不影响现存金融与支付体系的运作，以及不妨碍央行政策目标的达成。那在此三个原则之下， CBDC 是指作为实体货币的补充，而非取代现存的货币，也非借由其发行大幅改变现存金融与支付体系。推动 CBDC 主要是着眼在借由其支付上的便利性，提升民众对央行货币的使用意愿与信任度，避免央行在提供民众支付工具的角色边缘化，以强化本国货币主权，并巩固央行达成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目标的能力。由这三个原则，我们可以了解到美、欧等先进经济体对 CBDC 的推动，大部分都倾向较保守的态度，而此与先进的经济体的金融体系都已发展成熟且运作顺畅，金融机构覆盖率高，以及民间数位支付已相当普及有关。而在此大环境之下，推动发行 CBDC 并非要建构一个新的支付体系以取代旧有的体系，而是主要是对现存的支付体系做争议性的一个改善。那据此，各先进的经济体在规划 CBDC 的运作架构时，多年采用结合央行提供货币信任基础，以及民间金融中介业提供零售服务的双层架构之下，协力推动 CBDC， 以其在不影响现存的金融与支付体系基本运作的条件之下，促进具有便利性、安全性、稳健性、效率性、普惠性与创新性的支付应用。美欧等先进经济体对发行 CBDC 才比较保守的另一个原因，在于 CBDC 的推行与这些经济体所直接的自由民主理念有相互矛盾之处。其中一个原因是 CBDC 为保障交易的安全，提供诸多的便利功能，以及防止洗钱与资恐等犯罪行为，多临采账户基础制，
而且是将侵害个人的隐私。在存管货币为主要交易工具的美欧等先进的经济体，相当比例的民众愿意牺牲部分个人的隐私以换取交易上的便利，但这些个人隐私，例如交易资讯，一般仅限于服务存物的商人可以取得。然而 CBDC 一旦上路，政府理论上可以取得所有拥有 CBD 账户民众的交易资讯，而此将强调个人隐私权的自由民主体制之下将会受到诸多的质疑。当许多民众基于保护个人隐私权的理由拒绝使用 CBDC 时， CBDC 的始发行将无法达成普惠金融的目的，且它的法偿地位也将遭受重大的一个挑战。此外， CBDC 的发行是将提升官方货币并降低民间货币在支付系统中的重要性，那这样子的话将会压缩民间数位支付与金融中介发展的空间，而央行在货币金融体系当中的角色即可能从传统的最后代放者转变为信用创造与分配过程中的积极的参与者。接着我们进入今天教学的第三个重点，数位货币的总体经济分析。相较于私人数位货币，央行发行的数位货币是以该国的法偿货币作为计价单位。就货币政策的功能而言，央行数位货币可以支付非零利息，为货币政策提供额外的工具，并消除零利率底线的问题。数位货币的总体经济分析，我们涵盖的包括有第一个量化的评估，第二个是数位金融对金融中介的冲击，第三个的话是数位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冲击，第四个的话是对金融稳定的冲击。首先我们看到量化评估，有关于数位货币以及电子货币对于总体经济冲击的量化评估，目前的研究数量不太多，但 Banker 等学者在2015年使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评估前面我们有提到的 M-PESA 的一个电子货币，那对于肯亚总体经济的影响，他们发现引入 M-PESA 的一个每年可提升肯亚的 GDP 成长率达到0.33%-0.47%这样的区间，那主要的效果是来自于 M-PESA 让借款者更容易获得自供应商的贸易信用，其显著的成效可部分归因于肯亚的金融基础设施原本就相当落后，因此一个具有较佳的金融的基础设施的国家引入电子货币的效果应该会比较低。那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模型当中，如果加入数位货币对总体经济的影响应该会与电子货币即将很类似。那其中 Bender 等学者在2016年使用 DSGE 模型来评估美国 FED 发行的数位货币对于总体经济的影响，那这些学者发现当 FED 的数位货币发行量达到 GDP 的 30% 时，可以使 GDP 每年成长率上升 3%。 同样如此显著效果的前提是央行数位货币的发行量必须达到 GDP 的 30%， 而2015年美国现钞对 GDP 的比率约大概只有 7.4%。接着我们要谈到第二个影响，数位货币对金融中介的冲击。金融中介机构是传统中间人商业模式的一个部分，那主要是在解决资讯不对称及缺乏信任的问题。那其他类型当中的中间者包括经纪者、代理者、中介商、财务顾问、第三方认证机构等等。而1970年代货币市场基金的出现使得反中介的问题开始浮现。数位货币去中心化的特性使得银行丧失在支付系统的地位，那传统中间者的商业模式更进一步的衰落。我们也看到 P2P 的借贷会冲击到银行的放款，而数位货币又会排挤银行的存款，影响所及银行体系整体的资产负债表将会萎缩，那这样会降低了银行在金融中介及创造货币方面的重要角色，最终将会导致狭义银行的一个运作模式。而在狭义银行模式之下，
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结构的错配降低，银行主要透过长期负债和股票，而这些并非存款来创造信用。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商业银行透过购并、结盟等等方式面对金融科技与数位货币的挑战，而非被动做事中间者一个地位被侵蚀。接着我们谈到的是数位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冲击。私人的数位货币的广泛流通会冲击既有的货币定义与货币需求。当一国的央行采行货币目标化机制时，影响会更加剧的显著。那此时央行可能必须重新定义各种货币总基数，并且考虑设定新的货币需求函数。同时数位货币也会影响既有的货币传递的资质，尤其是透过银行放款的管道。因此当个一国的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的情况之下，冲击会更大。而台湾正是采行货币目标化的机制，而且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体的国家，一个降低数位货币对货币传递机制冲击的方法是增加公开市场操作交易对手的数量，纳入更多的大型经纪商和结算所，以增进货币政策的一个传递效果。而过去30余年来，实质利率呈现下降的趋势，那是由于全球的金融市场整合、稳定的通膨预期、全球储蓄过剩等等因素。而未来景气波动下，央行可能会常面临零利率底线的问题。而事实上，零利率底线是许多中央银行设定非零通货目标，多半是2%的理由之下的原因之一。央行发行数位货币有助于设定零通膨的目标，而非正数的通膨的目标。在零通膨目标之下，中央银行可促进真正的物价稳定。接着我们谈到的是第四个对金融稳定的一个冲击。学者他建立一个理论模型，研究数种私人数位货币互相竞争之下的均衡。他们发现模型中的经济体可能产生多重的均衡，有物价稳定的均衡，也有存在一系列呈现自我实现通膨的均衡。当多重均衡存在时，微小的外在的冲击也可能导致金融的不稳定。因此即使私人数位货币的规模不大，也可能造成系统风险。那一种可能是金融机构对私人数位货币铺显过大时，特别是对当金融机构属于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时候。另一种可能是私人的数位货币涉及到衍生性金融商品时，那这种情况与全球金融危机之下的次级房贷劣势，那当时次级房贷占美国全体房市只有一小部分，但是在证券化与各种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推波助澜之下，却是足以引发系统风险。由此可知，我们发现数位货币相较于现存的电子货币有金融基础设施与技术上的优势。那更重要的是，数位货币相较于现存的电子货币呈现更多多元化的一个发展。数位货币不仅可以作为一般性的交易媒介，也可以作为金融资产与外汇及交易跨行跨国清算等大额交易的专用币，甚至是各行各业的专用币。那对于央行是否自己发行数位货币，也可以有多元化的一个选择。若选择发行，央行可考虑中心化或去中心化，直接发行或者是透过银行之间发行。那一般性或者具有限制性，也可以选择匿名性或者实名制等等。以上是今天的课程内容，谢谢收看。